七位少年将为我们带来他全新七人团体舞台。我们有7天的时间学习准备，完全掌握一首歌之后才能开始下一首歌的学习。怎么把这舞跳齐了，其实还挺难的。我们肯定能办到这。这真的是，出乎我意料的难。最难应该就是唱吧，边唱边跳。最大的一个问题可能是一个状态问题吧，配合一直没有做好，还挺难的。加油！表现得非常好，你们给了我们新的东西，